好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编辑部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内容，请登录法治编辑部官方网站。解读法律，解剖人生，我是王鑫，请关注我们的下期节目。青春年华的美丽女子，一个看来憨厚耿直的年轻男人，一次次的捕风捉影，一次次的暴力升级，你拜托我还顶不了怎么着呢？究竟是什么葬送了爱情？又是什么驱使了这场暴力？敬请关注8月7日晚21:17，法治编辑部，沉默的羔羊。天天有会员，健康每一天。会员果汁提醒您继续收看。要想睡得香，请用中百康磁床垫。成功一号发射。